筋膜组织的筋结，阿氏学家把点穴加阳性点加敏感，点加板机点加肌，硬点加压，痛点加条，锁加结节加紧张点等统称，是筋膜增生的病理产物，故统称为筋结点。它与传统的穴位不一样，是发展了传统的阿氏学的同时结合现代西医及痛点疗法而形成的新理论。它是古代与现代、中医与西医、经筋与筋膜、针灸与手术、按摩与骨伤等有机结合起来的产物，是发现了软组织损伤的病因、病理症状与体征、康复转归愈后等规律性的总结。一个穴位就代表了一个整个软组织损伤的病因、病机、病理、症状、体征、诊断、治疗、康复、转归愈后等全过程。浅筋膜针刺治疗原则：筋的变松，短的变长，厚的变薄，硬的变软，松则不痛，经筋柔韧；通则不痛，软结、松结、溶结、消结、松、松软、松散、松绑、松弛解、解锁、解套、解开、解结、解放时有形穴变无形穴。敏感点消失浅筋膜平衡针刺松解技术的六经一解剖要精细，解剖学让我们重新认识针灸。二病理要精变，病理改变决定病应该怎么看、怎么治。三诊断要精确，筋膜结节组织找到痛病的元凶。四取穴要精准，寻经筋、寻筋膜、寻经络、寻神经，把点穴重大心。五手法要精炼，手法分层次、分结构、分正形、分幅度、分时间、分剂量、分耐受度、分程度等。六疗效要精彩，疗效要明显，病人有笑脸。二主讲内容：一三块针法，认真结合西医神经学说、组织损伤学、经络学说治疗，治疗脑血管后遗症，治疗超过三个月以及半年以上的脑血管疾病后遗症，效果尤其显著。二面三针特效治疗面瘫和难治性面瘫、面神经麻痹后遗症。三扶阳五针治疗男女科疾病以及四肢冰凉，尤其是对男性科疾病尤佳。四股骨头坏死七步治疗法。五肩周炎的六步治疗法。六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除外七步治疗法。七特效治疗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八乳腺增生四步治疗法。九颈椎综合症或颈椎退行性骨关节病以及相关症状的治疗，环枢椎椎间隙变小、头昏、头痛、头晕、咽部不适、后背酸胀、颈痛、肩胛带酸胀、肩关节活动障碍、颈痛、肩胛带酸胀、上臂在肘关节下方10厘米以上部位酸痛、颈、肩、上肢酸痛、半拇指、食指、中指发麻、颈、肩、上肢酸痛、半尺侧三个指头发麻。10腕管综合征。11肱骨外上髁触炎。12腰部疾病椎间盘突出症腰三横突综合征腰大肌损伤腰底部劳损。13下肢肿胀。14梨状肌损伤综合症症状。15踝关节疼痛、内侧疼痛、外侧疼痛。16平衡针灸一针阵痛治疗穴位的取穴定位、针感以及针法实操演示声提穴调理中气下陷、腰痛穴、腰部疼痛以及疾病急救穴、醒脑开窍、抗休克、偏瘫穴、脑血管意外的中风、昏迷、偏瘫、鼻炎穴治疗鼻炎三叉神经痛、牙痛穴各类原因引起的牙痛、明目穴通窍明目、消炎止痛、调节视神经、颈痛穴颈部软组织损伤、颈肩综合症等、感冒穴解表散寒、消夜止痛、消哑退热、咽痛穴及慢性咽痛、喉炎、扁桃腺炎等、指麻穴末梢神经炎引起的手指麻木等、胸痛穴肋间神经痛、胸膜炎、心绞痛、心律不齐、痔疮穴、外痔、混合痔、肛裂、膝痛穴、膝关节软组织损伤、骨性膝关节炎、髋骨软化症、风湿性关节炎、臀痛穴、腰椎疾患引起的坐骨神经痛、梨状肌损伤综合症、原发性坐骨神经痛、
踝痛穴，踝关节软组织损伤，踝关节扭伤，跟骨刺，足跟痛，足底痛，降糖穴，糖尿病，高血压病，高血脂症，肺病穴，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上呼吸道感染，头痛穴，偏头痛，神经性头痛，血管性头痛，经性头痛，颈椎病，鼻窦炎等。腕痛穴，腕关节软组织损伤，腕关节扭伤，腕关节腱鞘炎等。降压穴，高血压或低血压有双向调节作用。肾病穴，及慢性肾炎、肾盂肾炎等。肩痛穴，肩关节软组织损伤，颈椎病，颈肩肌筋膜炎等。腹痛穴，急性胃炎、急性肠炎、急性阑尾炎、急性胰腺炎、急性胆囊炎等。肘痛穴，肘关节软组织损伤，肱骨内外髁髁等不明原因的肘关节疼痛。癫痫穴，癫痫过敏穴，支气管哮喘，急性荨麻疹、风疹、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等皮肤瘙痒。痛经穴，原发性痛经、继发性痛经、月经前期紧张综合症等。面瘫穴，面神经麻痹、面瘫后遗症、面肌痉挛等。神衰穴，神经衰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痤疮穴、痤疮等。乳腺穴，急性乳腺炎三天内效加、乳腺增生、产后缺乳、乳房胀痛等。肩背穴，颈肩综合症、颈肩肌筋膜炎等。三、邀请对象，各医院针灸科、中医科、骨伤科、理疗科、疼痛科、康复科从事推拿、软组织损伤、脊椎病、理疗、骨伤、康复、针灸、针刀等科室医师、理疗师和各从事医疗技术、教学、科研机构、从事医疗保健有关人员及中医爱好者等。四、主讲专家吕晓峰，中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推针灸专题授课专家，职业医师，亚健康针灸师，平衡针灸医师，擅长浅筋膜平衡调理，对多种针灸针法有一定的研究，对各类慢性病具有较好的效果，针到痛消，独创浅筋膜平衡针刺疗法，在临床应用中效果卓著，对于长期的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以及功能性障碍疾病有特效。目前开办的面部微标针刺技术更是收到广大美容从业者的一致好评。五、研修方式及证书，苏老师1870亿1264万3571，研修班由吕晓峰老师亲自授课，手把手临床辅导。研修班以教学与实战相结合，保证每个学员都可以独立临床操作。二、传授绝学绝技，传承精粹，学习技术简单易学，强调易复制、易推广，现场学习，掌握精髓，保证学员易学即用，学有所得。三、研修班结束经考核合格，授予中国针灸推拿协会中英文对照结业证书。四、经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决定，所有参会人员均颁发研究院结业证书，可以作为就业上岗的参考证明。五、在中推研究院同一专家主讲同一个课程期间，可持中推结业证书免费复习。六、学员可收集整理临床病例，现场在开课时与授课专家现场交流。七、免费远程指导，临床操作遇到任何问题，微信群随时联系老师，或者群内学员互相交流，快速解决。六、注意事项一，部分课程禁止拍照录像，在工作人员通知后仍有拍照录像行为的学员，一经发现取消研修资格。具体课程范围由工作人员进行课前通知。二、学员禁止宣传一切跟课程无关的内容，禁止以看病、调理等名义恶意盗取学员信息，拉拢学员私下交易，骗取学员钱财，情况一经发现取消研修资格以及复习资格，费用不退，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构处理。三、开课期间遵循上课纪律，视课堂情况对具体手法操作进行全屏投影，投影期间服从工作人员安排。四、如出现课堂纠纷，在不影响老师正常授课的前提下，可及时拨打投诉电话进行咨询，投诉投诉电话由工作人员课前公布。五、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
对于课程相关宣传网站、微信等保留解释权，具体费用及报名细节以本文件为主。七、主办方与承办方，雷主任 1870124646518911473596， 主办方中国针灸推拿协会，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承办方中推中医文化传媒中心。八、研修费及报名办法。一、研修费每人3200会员2880元，包括资料费、证书费及免费复习的费用，食宿可协助安排，费用自理。二、会议地点及乘车路线在开班前一周通知各位学员。三、参加学习的学员必须以电话、短信、邮箱等方式报名登记注册，时间与地点每月北京或其他城市巡回开课。参加课程请提前电话联系，预交500安排座位与款餐会补齐，严格按照打款先后顺序排座位，打款越早座位越往前。残疾人有残疾证或办理中推会员9折优惠，中推会员有效期5年，5年内参加其他课程均9折优惠。网址：www.zyzgtn.com。